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上很多小院，我在我外公外婆家。我今天看到了一本老相册，找出了一些照片。这个照片，小时候的妈妈和我长得真的很像。让我惊艳的就是我的外婆真的超漂亮，给大家看。看，这个是谁？这个是当中那个，就是妈妈小时候。边上那个是你的外婆，也是我的妈妈。年轻时候美不美？我超漂亮的，超漂亮的外婆年轻时候啊。看，天哪，这颜值啊！来，没有 PS 啊。好，下一张，主角就是他。哇，真的是美的嘞。好，再来下一张，看到吗？这一张真的很像小鱼儿，像不像？当然像。你是不是以为是自己？乍一看发型都一样，外婆还是那么的美，外公忽略不计，眼睛都闭上了。最后一张，好，来看看这一张，你看外婆笑得多么灿烂，多么妩媚啊！当中那个是妈妈小时候，然后这个，啊，外公又在干嘛？都在干嘛？不是，他戴墨镜干嘛？显得好像很高贵的样子。对啊，当时这个墨镜可能是蛮流行的，很时尚，很欢喜。笑的嘴巴多么大。这些就是外公外婆年轻的时候和妈妈小时候的照片，是不是需要多拍些照片来回忆呢？发现了我100天的照片。好可爱哦，小皇帝似的。小皇帝，还有妈妈，就是大学时候拍的照片，寝室里的。好啦，喜欢我的视频，不要点赞、关注、加评论哦。